现在透过韩国大型选秀节目出道了一个女团叫做 IOI， 她们本来都是各个经纪公司的练习生，然后凑在一起出道了。不过这个队长呢却摆脱不了整形的传闻，因为这段画面看到了，当时他捏住了鼻子，鼻翼竟然就塌下去弹不回来，民众觉得看了有点诡异。他们是刚出道的南韩女团 IOI， 拼了命好不容易能够登上知名音乐节目打歌宣传，但其中队长林娜荣过去在选秀节目上的影片却被网友挖了出来，因为大家看完相当震惊。Pledis， 林娜荣연습생。从练习生中被选拔出来，林娜荣开心的激动落泪，但是。당당히눈도장을찍었습니다右手往鼻子一捏，但鼻翼不但没有弹回，反而凹陷，只剩下直挺挺的鼻梁。后面曝光让网友直呼实在太夸张了，质疑他是不是整形整过头。不过也有人以自身经验表示，如果鼻翼薄的话，哭完吸鼻涕是真的有可能可以做到这样。가족들덕분에제가저혼자서제힘으로除了林娜荣哭到鼻子塌陷成为焦点，其他一起参加选拔赛的练习生们不管有没有被选上都在哭，掉不出泪的表情也得做足，毕竟这是个让怀有心梦的女孩有机会出头的摇篮地，总是要想办法抢镜头，让更多人注意到自己。